今天少喝一点，后一个。山东大集羊汤节，哇，大锅煮羊汤，这边是那个啊，羊肉羊杂。大家是不是太多了？现在还是卖80一斤吗？80一斤。那羊肚怎么卖的？羊肚70。啊，给我来个凉拌羊肚。可以。啊，这个凉拌羊肚是卖多少钱？羊肚70一斤。啊，就按斤腰啊，就切多少，嗯，然后就来多少啊。嗯。好啊，咱们来个这个羊肚啊，凉拌一个。哇塞。好啊，拿个大碗啊。啊。这是先切的羊肉。切羊肉炒芹菜吃。哦。好嘞，杨丹姐现在拿点辣椒过来啊，哦，这个是羊肚，哎。拌多少？来半斤。我好啊，这个大，哇，来个大肚啊。做点行吗？行。啊。30吧。30，好好。30一份啊，凉拌羊肚，哎，先切切肚丝。哎呀，这个羊肚挺好啊，每天现宰的羊。哇，这盆土豆是干嘛用的？等会儿炖了我们自己吃了。哦，一块吃个饭呗。你多不好意思，我这要拌羊肚的，还请我吃饭？那行，那行。啊，这是切个鲜辣椒啊。来，啊，要拍一拍，这叫什么辣椒？这叫皱皮椒。皱皮椒。嗯。啊，皱巴巴的皮叫皱皮椒。嗯。上这边来哦，舀点羊汤，这边是这个。回锅羊汤的羊汤啊，它大锅里边这是煮的羊汤，你看那个羊肉，哎呀，煮的来点葱香菜啊，行，来点葱香菜，放点醋，嗯，再来点味精，好，哦，再来点盐，再来点胡椒粉、胡椒面，哎，把辣椒放里边，哦，这个。煮要热一下啊，哎，好，再一焯水，好嘞，哎，老里边呀，翻翻勺，杨汤姐还会翻勺啊，哎呀，凉拌羊肚，哇，扒拉扒拉，哎，啊，搞碗里边，这一份，好嘞。30块钱一大份的热拌羊肚啊，刚热出来的这个羊肚啊，咱们尝尝。嗯，可以啊。这羊肚拌出来好吃。嗯。到山东临沂啊，咱们就喝点本地的这个瓜干酒啊，45度的，4个新瓶。今天少喝一点，后一个。痛快。哇，这个瓜干酒喝得挺绵柔啊，一口能下去的白酒都是比较绵柔的。嗯，羊肚真棒。嗯，可以。为杨汤姐做的凉热拌羊肚，点赞。